你想讲我是安怎会这么期待，咱会当有家己的囡仔？那都是因为我爱你啊！假使讲咱若是拥有家己的囡仔，那是一件偌尼啊幸福的代志啊！所以哦，这不是一个凊彩的人就能代替你的，你知无？我知影，这几年来，咱已经无参照较早同款，什么话拢有通讲啊？是家在有子涵伫咧，才无法咱两个心哦，惊分开。不过拄则我讲迄款话，是因为我知影，子涵早晚有一天会离开咱，建立家己的家庭。咱若是无囡仔，以后有谁会甲咱两个人的心揪做伙咧？所以我唔只会这样尔希望，咱两个人之间会当出现一个新的生命。伊会惊我甲你离心？我当然嘛惊。看着你对我愈来愈冷淡，我的心真正足痛的。我真正唔敢去想，若是失去你，我要安怎？我嘛唔知影要怎挽回咱失去的感情。所以我干来当甲你同款，选择躲避。我承认啊，你无伫咧这段时间，我常常暗时拢睏袂去，看着我的身躯边拢无人啊，我嘛会怨叹讲，是安怎咱两个人会行到今日这个地步？我嘛捌想过啦。过去我都放手啊，放过你嘛，放过我自己。但我只要想到，正前我凄惨落魄的时阵，你拢无放弃我咧。若是无你的支持，我陈东俊哪会有今仔日？所以，我哪有可能让你离开？我也唔甘啊！我现在什么都有啊，我若是失去你，我当然也不甘愿。别敢哭，雅姐，虽然讲咱即摆已经有子涵啦，也毋过，毋管咱哪笑话脸盆，伊还是别人个囡仔。咱来生一个属于咱家个囡仔好无？即摆医学遮尔进步咧，只要你愿意试看卖，一定会有机会啊！你想看卖，若是有一个足古锥、足古锥个囡仔，一手牵你。一手牵我，咱三个人做伙去散步，唔对，嘛有可能是四个人啊。迄、那个画面有我尔水，你家己想看卖啊？老婆啊，咱两个人明明都是互相意爱呢。那走到最后出来分开，这无道理啊！我才无爱嘞。可是讲，你若是坚持要离开我，我就逐天对你后壁哭，哭到你烦死。啊，物件袂记摕。咱敢若亲像安尼，今日去拄着吼。你爱话讲你是超工的啊？我之前是拢唔知影，今嘛我已经听过故事啊，
所以你莫想要想空想胖，咱咧接近我，尤其是亲像拄只安尼啊，对我脚来手来。第一，我来这要找的是白查某，不是你，你莫误会哦。第二，谈多也是你弄怪的，我叫你报道，才会对你安尼，看得出来。你拄则讲啥物？啥物白的查某？宋小姐，你即马是以啥物身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？我，我插你啊！我要来找院长，我要带资料出去。伊住迄边哦，我已经报备过啊。等者，我就要来找乔乔，伊就是我要找查某。囡仔，比赛开始。乌龟乌龟跳，乌龟乌龟跳，乌龟乌龟跳。啊，我输啊！过几届，我要报仇。乌龟乌龟跳，好，我赢了。再一次啊！乌龟乌龟跳。这几年来，我从来唔捌想过，我会主动去载一个囡仔，甚至连单亲嘛做伙。那是无迄个意外，今嘛这种画面，应该是阮一家伙啊三个人才对。乌龟乌龟，切！我赢了。那你是在看啥？无啊，啊看你表姐误会囡仔。什么叫领金啊？继续玩，快点！乌龟乌龟跳。敢是到位啊？阿伯啊！车是安怎？你无加油哦！叔叔加油，叔叔加油！乔乔，你怎有够高志的？王小乔，多谢你啦，替我加油。啊，不过阿英是这個意思，伊是讲是车车要加油啦。车车加油，车车加油！乔乔，一点听不咱在讲啥，我找时间再跟伊解释。啊，咱是不是先解决车的问题啊？好了，我先下去。我看是吊车啦，等下打电话哦，叫道路救援。伊讲即几天落雨，就算刷拢已经崩起啊，明仔载才能来处理。那安尼啊，啊，敢无其他路会当起来？就算刷咯，干一条尔。阿姨，我头晕，想睡觉。应该是悄悄谈多少，算阿是过欢喜啦，等波行车。我看起来哦，敢若要落雨啊。啊，无安尼啦。先找一个所在，我悄悄休困，顺续吃一寡物件。来，阿姨爸，来，你准备。等这你嘛要跟我唱？啥物跟你唱啊？我的骨力较大，用安哦，你行较紧，那么真正落雨就麻烦啊。乔乔，叔叔的背哦，比较舒服哦，趴在上面睡觉好不好？乔乔，阿姨的抱抱也很舒服哦。
叔叔呗。幼稚。对。小英，莫勉强你家己啦，我来就好，我买单会悄悄啊。唔免啦，自从甲你坦白了，我心情嘛较轻松啊。这问题，我嘛想要克服。我是怕悄悄跌倒啦。当然啦，当然是因为悄悄啊，若无是你想要对我开出来啊。知影就好。啊，既然安尼，宋小姐，你的手敢会当收倒转去啊？好，该有人伫无？叔叔到了吗？啊，到了到了，等下就当休困啦，哈。小乔，你应该牵我的手啊。可是你说不行啊。哦，以后可以了。林子深真正有照伊讲的，尽量去克服伊心内阴影。拍子，来啊来啊。麻烦给我两间房间。啊，今日落雨，大家拢爱避雨，我房间刚剩一间尔咧。我一间就一间啊。你想要创啊？我哪有想要创啥？就让你甲悄悄进去休困，我伫大厅也袂要紧啦。啊，你拄则为着要予阮要压着雨，你安尼淡孤孤，哪有可能让你伫咧遮休困啊？啊，那你到底是爱我伫大厅还是房间啊？不要吵架。嘿啦，迄阿母上好嘛，伫囡仔边头离阮家较好啦。我唔是。我迄村的房间哦，拄仔是间四人房的总铺啦。啊，看恁一家三口尾内底车奔倒，迄拢无问题啦。是讲吼，床头吵，床尾和啦，迄有小朋友伫，要较注意。就甲你讲，我唔是啊。好啦好啦，卖生气啊，恁哪有咧反省啊？啊，我房间哦，伫楼顶上尾，紧紧就是啦。就是伫遮啦。啊钱哦，明仔载还阁算啊，啊我先去无用啊。悄悄走。床好大，叔叔阿姨，快点来一起睡觉。啊，谈到阿干呢？你什么时间过来？就是你压力较重。我袂要紧啦。你是惊我偷看？放心啦，我不像你无品啦。你若是敢偷看，我绝对让你好看。你就惊？放心啦，等下悄悄困着，咱两个人哦，将快一边，我们就无代志啊。你应该对你家己好。走，姐姐，气泡泡。呵，哎呦。